恁家的保养品介绍好。好，你等我。你是孕妇。好，你等我。这个会当当在是妆前防晒保护哦，到时阵无人相信你是。管了哈。你家尽管过来当动作时，妆前防晒保护使用，可是真的。使用哦，别过来乱加哦，这是黑体出字啊，好难哦。妈妈，来，哦，别讲了，别讲了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被不同的人打，而且都在同一天。超赞的，快来娱乐小时刻分享影片咯，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咯。喂，小玉姐，你哪会到这么还没到？我搞啊，你干嘛？哎呀，我要开店到这么一直在等你，你是咧？拍摄啦，我为在去无闲到这么。一直看，想要看伊过啊，好等遐尼久。哎呀，想讲你大声大名，佫无哎，佫惊互你等伤久。你在呛我吗？对。你才知道，没啦，我拢伫，我拢伫店的找恁去叫手机的，啊，电脑是你哦，你嘛外口接落，你的皮肤嘛无好好保养，一定出状况，所以我一定爱叫你赶紧过来。来，赶紧把恁店的保养品介绍好。好，你等我。你是孕妇。好，你等我。就是这款一瓶搞定，上次哈你这款无闲工课、无时间保养，搁惊麻烦的你。再来，对，有美白明星成分，净白六生态加珍珠粉。啊，阿哥有哇，有专利的抗老因子。只要五个礼拜就会看到效果，让你的肌肤 Q 弹有光泽。Q 弹水嫩，不是 Q 弹什么？骨溜。哦，是骨溜。Q 弹骨溜骨溜骨溜。好，其实今麦我靠就乱，这个当动作是妆前。就乱，其实它就乱。而且即马外口日潮恶，赤炎炎，虽然个是名，不是哦，加哦，嗨！而且即马外口日潮遮大，这个会当当做是妆前防晒保护哦，到时阵无人相信你是。管了哈。你家尽管过来当动作时，妆前防晒保护使用，可是真的。使用哦，别过来乱加哦，这是黑体出字哦，好难哦，妈妈。这款会用当作妆前防晒保护，到时阵无人相信你是爱常常走工地男人婆。没有男人婆。好，没有男人婆，常常走工地。人。看，放下，看，讲话，看，你就安尼，我就看你，你就看你，最后一段了，加油，小莹莹，你可以的，来了，最后一段了，夏天。动作是防晒保护使用嘛，袂感觉安那嘞，袂感觉黏腻啦。水，安尼我袂啥管。袂啦，安尼家己当。袂个啦，你得好我呼吸。袂啦，袂啦，哎呦。我会当保养，搁会当替你做业绩。啊，好啦，好啦，那安尼哦，我一定要送你。嗯。就少的啊，买多哈，送更多哈。小姐，刷卡这边呢有。哎，来服装，服装，服装，好难哦，像是那种，你可以的，就是还没有完全准备好，然后就要去考场的考生。妈妈，我能不能明天再考？我今天要拍老板娘定的。我需要的是，我需要的是联系照。我需要的是联系照。你现在已经阻止我了，拍一切了。拍我等拍他离开才可以。来，再一次，不要动啊！不要动啊！哈，头低下来。你好，是脖子露出来。
怎么叫像那个树懒 ？No， 这个剧组有一个最像树懒的人，谁？不是我。你们有看过《动物方程式》吗？里面有一只树懒叫什么？快侠。快侠。嗯，他长得很像爸爸。爸爸，伟华哥。泰隆长得很像他吗？真的。爸爸，你长得很像一个卡通的人物。而且爸爸那时候还觉得说，哦，是什么什么什么？然后我就说，那个角色叫快侠，他很酷。他讲，哟哟，阿黑啥？我说，黑姐姐素懒，谢谢摄影师，谢谢摄影师。别回复，那是我好好保佑，一点出状况，所以我们就来赶紧叫你过来。哟，哎，赶紧给你点那个介绍我，当然不会的。干嘛？一下，你看谁啦？有。哎，你看。更加厉害的是有专利抗老因子，会免轻松。缩水，斑点啊，皱纹淡化，一瓶搞定。哎呦，我那天就是我是种懒人呢。嗯，你像这有啥？我等你看一下再跟你讲。你是丢本了吗？我有舌头。好了，啊，我帮你结账。谢谢你。好，回家哦。突然一走过来，发现我也是这样。先用电脑再说。门开着。好，现在准备，三、二。Surprise！哎呦，你创啥啦？嘿，你看有介意无？你无开电话哦？忘记了。一般皮下照片还没按，就是一般情。哇！你两个，有王八的，哎，你两个从王八。卡卡。我今仔做这代志，已经算是足体。哇啦！你若是有时间。你那不会看见我啥啊？你就来了，看你安尼是吧？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被不同的人打，这其实是第二场。第二场，对，第二场被打。我们先拍第二场被打，然后等一下还要全部都卸掉，再拍第一场被打。他被打两次，对，而且都在同一天，超惨的。阿祖，你是不是刚刚说给我？为什么我要找保仪？就是你本人。啊！你什么想？你想？你想咩事啊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我这边。